太阳晒了，家己高富帅，安尼才会对嘞。哦，你爱讲予人听的对嘛？那边的施工工程，所以才这样从那边开进来。开到这里的时候，地板的焊箱承受不了它的重量，就整个就塌陷下去。因为在这里有100多吨。吊车在这边会有立即的危险的哈。那经过早上的协商，我们跟吊车业者已经达成初步的共识。那现场可以看到2台300吨的吊车已经在现场。那我们会在今天用最短的时间将它吊上来。那后续我们的向岸新制作的工程会进出去完成，那达成用路人的安全。